在三十三小镇啊，找到个龙虾做寿司的套餐哦，正哦，走啊！初初我谂住呢个龙虾寿司咧，即系个拼盘里面有一两嚿，哇，原来唔系、哦，好大嘅龙虾啊，好多龙虾寿司啊！佢上面有龙虾肉啊、三文鱼啊，同埋啲牛油果噶、啊，我先试下先，哈哈，正啊！嗯，食得好满足啊！哇，忍唔住口啊！嗯，呢只八八套餐啊，斋食呢个龙虾寿司都回本啊，真系抵食啊！呢套餐里面咧有份软壳蟹沙拉啊，试下先。嗯，哇，啲软壳蟹炸捞出嚟，佢呢份鱼生拼盘都唔错啊，里面有鲜鲮鱼啊，几靓。嗯，啲口感好好啊，又有三文鱼，啲纹理几好啊，又肥嘅。嗯，享受啊，简直。仲有甜虾，嗯，虽然细细只，但系好甜喎，甜虾。仲有佢有五种嘢嘅串烧拼盘啊，啊里边咧有猪腩肉啊，蟹烧几香脆，啊仲有鸡腿肉串、冬菇串。豚肉芝士韭菜卷串同埋秋葵啊，最后咧佢哋仲有两份抹茶豆腐花啊，嗯，啲豆腐花好滑啊，好重抹茶味啊，大家只需要188就一单食呢个龙虾寿司都抵食啦，喺附近朋友买啲过嚟啦，秒杀噶咋吓。